这边按下去之后呢 ，ISOFIX 就可以把它推出来，然后对准车上 ISOFIX 的插销，有扣紧的话，这边就会显示绿色的，然后再把它气座往椅背整个靠紧，然后小朋友乘坐的话，放上这个全身护的安全带。扣上来，车门的那个安装车门的那个地方旁边侧身护挡要把它打开。按下去之后呢，就可以把 ISOFIX 装置推出来。然后对准车上的 ISOFIX 的插销，有对准的话，它这边就显示是绿色的。然后再把气座呢往椅背上推靠紧，然后小朋友乘坐，使用汽车安全带，这条要过下面哦。这边再穿过去，回缩。拉紧，然后车门旁边的地方打开侧身装置。